而且我坐个约送飞条，骨头拢要散去啊！啊，拄则袂去考秀英，不知伊迄边过得好无？哎，我咧想啥？安尼哦，你期待遐尼久的，当甲男朋友出去佚佗，一定足欢喜的啊！而且这么幸福，就算讲吼，什么代志拢莫做，大家较足欢喜啊！ 你暗恋我哥哦！杨立功，你嘛袂讲话啦！啊，唔是就唔是，叫你小舅要创啥？你做啥生气哦？我是咧有白想啥？最近咱常常常想着李彦哥，到底有啥物毛病啦？唔卖个白想啊！伊是李彦哥，是我的定西。 哎，是你。啊！啊哪啦？我讲遐尔可怕。无啦，有电啦。什么电？啊，唔是啊，就啊，我甲你开导。免啦，我甲你斗相共啦。我问你啊，你一个人怎样？真的无爽快。无啦，啊，你哪会伫遮？我去做买卖啊。 你迄讲是迄所的代志啊，啊，讲了安怎？你甲我讲啊，哎，我是你的下属呢，咱是同一个团队。即马毋是上班的时间啊。那是上班时间，你敢会甲我讲？我希望这代志愈做人知影愈好。所以你一开始无下手要甲我讲嘛？哦，你看你都无甲我当作是家己人嘛，紧讲哦，我是安怎你才会甲我讲？ 对啊，我妈讲哦，秀英带你迄边啊，啊，你一个人直接摕在心里，秀英人呢？要安怎？我无想要对李彦哥讲白贼，啊，毋过我嘛袂当反背秀英，而且李彦哥遮尔巧，毋管我讲啥物借口，拢有可能互伊拆破，啊，我嘛袂当安尼一直毋讲话，啊是想办法转移话题。 慧，我甲你讲哦，你要讲的进程就是无清楚，我无想要替你讲白贼。我当然袂对你讲白贼，我是要讲，你干嘛刚刚给他提个借口诶？蔡明慧。呀。好，你无想要讲，不要紧，我来问秀英就好啊。哎，免啥，啊，朋友之间就袂当无讲义气啊。啊好啊，所以你甲秀英是朋友，感觉你毋是朋友哦。 我甲你讲啊，我是毋知你甲秀英约好啥啊，啊，毋过你安尼替伊报销秘密，伊是啥物代志？你敢有法度承担？是出啥物代志啊？无遮严重，只无甲伊个男朋友。男朋友哦，所以伊是甲男朋友伫遐有好过未？你个，你应该袂怪秀英啊吼。 对一个查某囡仔单恋爱，无想要嫁家己的男朋友来黏条条啊！伊是真正想无办法才找我台暗号啊！你莫骂伊哦。那就唔惊我骂伊。惊？我惊咱心中不跳袂离遐去。笑啊！爱笑就是袂生气啊，哈，袂怪秀英啊。 我袂怪伊啦，我自细我妈对伊有足少严格，啊交朋友这方面哦，有足大压力，伊选择安尼做，我袂意外。那阿姨敢对秀英严格，啊敢会最近嘛足严格，互恁足侪压力？伊敢会管你交什么款的查某囡仔？啊敢会问你什么时阵要结婚？我无想要结婚啊！你无想要结婚，敢讲是因为你的钱？ 好，再好，再来。连哥，咱用走，走，给。哎，慢去走啊！你看，你规身躯都湿落啊！走去干啥？走去干？上吊还是？你敢不敢继续走？安怎？是不是足快乐、足痛快？
有当阵你着火的时阵，我会想要走好，因为走好有一种不顾一切困难，朝着目标前进的感觉。你会感觉讲，自己就在努力的路上，豆豆感受家己给家己的勇气。走完了后，不管是身体还是心，都会忍不住觉得很畅快。参球不管什么困难，我都会当参球走好同款，跑到终点，迎向目标。就算讲最后三档去啊，甚至一身狼狈，迄个安怎？对我来讲，笑比啥物拢搁较重要。想想对对，会记念你。上风雨的对阮，两人的祝福，风吹微